天，大概多天，快二十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体验一下看吧，咚咚。踩停会滑走，翘起来就是刹车，脚在走，所以是踩刹走，踩刹走 ，Go， 踩刹走，踩。不过三秒。对。现在大腿应该是。好难。好，马上长高，手叉腰，眼睛看前面，飞身好哎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因为我们一直往左边，我们往旁边跑一点点，落叶旁边比较高档才上。而且我们会带着你跑。好嘞，哎，有天分，哎，很强哎，可以比个六了。等一下，如果以后你在学场上不小心跌倒的话，我们的手放的姿势很重要。我们等一下，如果往前跌倒啊，基本上我们的手会这样子飞扑，大字型的这样子跌倒。你说这是正确的动作？对，这是正确的
动作，就是要啊啪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你的手如果凹在这边的话，如果你等一下飞不跌倒下去的时候，你可以看我的手肘可能会压到哪里。哦，撞断自己的肋骨。在雪场上断肋骨很麻烦，你还要坐车去，坐计程车回到山下。对，山下又不一定有医院。好，自己滑哦。啊身为好男精神捐他们，这是很轻易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查甫人吼，千万唔通剩一支嘴啦！哇，今天太开心了，就是这个两位教练真的非常的专业哈，让我在短短时间内马上就晋升成可以去滑雪的人。太强了！肯定嘛，肯定。OK， 很棒。那今天来这边呢，真的很开心。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滑雪的需求，或者是说呢，准备出国去滑雪，记得你住台中，先来台中滑雪学校、找两位教练来一起快乐的滑雪，学到、不要到时候去滑雪场哦，又蹲在那边看影片学，太慢了，好不好？直接先来这边预习一下，没错吧？没错。对。啊，听说你们还有联谊，对不对？有，我们下一集就是联谊，可以邀我来吗？来，我来开箱一下。听说滑雪场也可以联谊哦。好，喜欢我们频道记得订阅加分享。我是 Gentleman 法帅，我是彭彭，毛毛衣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